生活一向都是理所当然的精彩，镜头前做 show 做主角，镜头后同样的热闹纷扰。做了二十年小生，后生了二十年，突然有一天发觉自己原来已经是中生，原来已经步入中年。嚟紧仲有嘅二十年，日子应该点过？可以点过？生活其实有好多可能性。如果我系一个大叔，系咪可以咁样生活呢？